2018年七巧板特别节目《快乐宝贝爱唱歌》开始报名了。想登上央视绚丽的舞台吗？想在七巧板节目放声歌唱吗？那就带着你们的作品快来报名吧！欢迎全国各幼儿园、社会艺术团体、培训机构积极报名参加。报名邮箱：七巧板@cctv.com。详情请登录央视网七巧板栏目首页查询。
分好感觉来，窗外黄鹂鸣翠柳，人之初性本善，有朋自南远方来，什么公子孟子道家八家统统喜爱，说古今到中外，问涛无人在胸怀，什么天文地理史书礼仪统统喜来。菩萨求呢，菩萨茶西哟，茶让茶让耶，菩萨茶西哟。
雪花在我手心里融化，爸爸你看到了吗？爸爸放心不下，去雪花看看他的娃娃。雪花在和我一起玩耍，爸爸你看到了吗？小花跳跳，小兔花，小猫一条船。
报名了，报名了！2018年七巧板特别节目《快乐宝贝爱唱歌》开始报名了。想登上央视绚丽的舞台吗？想在七巧板节目放声歌唱吗？那就带着你们的作品快来报名吧！欢迎全国各幼儿园、社会艺术团体、培训机构积极报名参加。报名邮箱：七巧板@cctv.com。详情请登录央视网七巧板栏目首页查询。报名了，报名了！2018年七巧板特别节目《快乐宝贝爱唱歌》开始报名了。想登上央视绚丽的舞台吗？想在七巧板节目放声歌唱吗？那就带着你们的作品快来报名吧！欢迎全国各幼儿园、社会艺术团体、培训机构积极报名参加。报名邮箱：七巧板@cctv.com。详情请登录央视网七巧板栏目首页查询。装进我的百宝箱，全部送给你。
报名了，报名了！2018年七巧板特别节目《快乐宝贝爱唱歌》开始报名了。想登上央视绚丽的舞台吗？想在七巧板节目放声歌唱吗？那就带着你们的作品快来报名吧！欢迎全国各幼儿园、社会艺术团体、培训机构积极报名参加。报名邮箱：七巧板@cctv.com。详情请登录央视网七巧板栏目首页查询。Thank you.